身穿迪奥高级定制婚纱，堪称地表最强的意大利时尚部落客 Chiara 缓缓步入礼堂，在160位亲友见证下与歌手男友完婚。选在意大利百年建筑尼古拉奇宫举办盛大婚礼，时尚圈名媛、名人、音乐界歌手、演员统统到齐，众星云集，所有宾客都搭私人飞机抵达。婚礼仪式后的派对办在62英亩的大花园，现场精心打造成游乐园，除了烟火秀、摩天轮、旋转木马应有尽有，外加演唱会，铺张又浪漫，光是摄影预算就高达1600万。Chiara 的两套婚纱更是独一无二，全手工蕾丝打造。The dress is a jumpsuit with a big tulle on top。第一套婚纱白色长袖勾边蕾丝上半身，搭配薄纱裙摆，展现清新优雅。第二套裸粉色婚纱平口加蓬裙设计，上头更刺绣了求婚歌词和象征两人热恋的符号，相当别出心裁。Love embroidery is really special. It's like my whole relationship in a dress, so it's amazing. 最特别的是，这对新人还推出仿照王室婚纱照的周边商品，整场梦幻婚礼简直比王室婚礼还要华丽浮夸。从平凡大学生摇身变成大牌厂商争相邀约合作的时尚潮流指标 ，Chiara 在 IG 上坐拥1490万粉丝，不仅年纪轻轻就成名致富，也实现梦想中的奢华婚礼。三立新闻全部报道。